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婉清。这次来到天猫双十一狂欢夜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感觉很吉祥，跟过年了似的。可热闹了。用一句歌词来形容，或者是哪句歌词来形容现在的心情呢？恭喜发财。给网友分享一个提升幸福感的生活好物，会分享什么呢？投影仪。是看着比较舒服。网友在催，就什么时候能找到耳机，就是您的耳机。其实已经找到了，然后努力把录歌提上日程。那面对网友叫您老公，您内心的 OS 是什么呢？也行。什么都能接受。也行。那我们接下来快问快答哈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在双十一这天做呢？买东西。上一次被自己美到是什么时候？上次被自己美到还是在上次的时候。最不能理解的时尚单品是什么？网袜。分享一个曾用过的收货网名。收货网名，张先生吧。在我爱你后面加两个字，使之一秒变成悲剧。我爱你哥哥。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呢？我太平凡了。有一个那个。他叫什么来的？欧阳靖，然后他说过一句，就是我太平凡了。后来我就经常说我太平凡了。可以再现一下那个表情包吗？我太平凡了。给镜头一个就是甜猫甜的猫猫 pose， 我比较可爱一点的。镜头是？镜头这面。猫猫。或者是超 A 一点的也。超 A 的猫吗？超 A 或者甜猫猫也。超 A 的猫。我们这个奇葩好物啊，可以拿三个，然后装在自己的身上，装扮自己的身上。随机挑选是吗？对。这是个丝巾吗？是。就随意穿搭。对，然后再说一下你这套造型的一个亮点。那是个项链。啊，这是个项链吗？这眼镜，然后那个是项链，它不是一体的。嗨，那我拿了四个，那把这个还给你一个，快！我们不收。这个太可怕了。哎，谁说项链非要戴？哎，但是戴不进去，就这样吧。哦，是这种的。哎，其实这个如果全身的话，但全不了身哈。全身。全不了吧？这个有点像是肩上的那种，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个串看起来刚好跟这个颜色搭配了一下。那可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身上这套造型的一个亮点。我现在身上这套造型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我手上这个串儿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健康。